谢谢不用欢迎没钱穷，谢谢你，谢谢 MK 颜花花，谢谢谢谢。五月十八号晚上七点，我们战队比赛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很关键的一场，好吧？所以我现在心情还是有点忐忑的，这决定了我们有没有后续了。对面人机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再说一遍，他是人机。他像人机吗？他真的是人机？昨天干嘛去了？昨天参加功夫嘉年华去了呀？谁在草里面？这，我子弹挡得这么好，可以，我一枪对着我们家。他到底是不是人机啊？我照片上热搜了，你别搞啊！你这不逗我吗？你为什么要搞我呢？我的照片太好笑了，可恶！我抖音下面一天到晚评论就是说，哎，请问那个视频的人跟那个头像是一个人吗？每发个视频，他下面一定是这句评论顶到最前面，我也是真的醉了。说我长得像贾玲，别，那你这不是黑贾玲吗？你这样很不好啊。哎，你怎么能？你真的是人机啊！人机，对面的朋友，你们好。真的是人机啊！送分局，你该不会真的是的吧？你怎么这么憨呢？真的假的？是我太强还是？他也是看到我有两把挺辛苦的，所以给我这样吗？你会操作吗？他这人机，真的在热搜。哎，你们别这样搞啊！我这样搞，讲真的有点丢脸，好吧？我看一眼啊，你别骗我。请求集合，推了吧，推了吧。被骗了。
个塔，推个塔。请求集合，兄弟们。按错了，但没有全错。快点结束这一局啦，兄弟们。别搜了，别搜了，我真吐了，好吧，别搞我，兄弟们，别搜，好吧，低调一点，有点尴尬。谁闲得这么无聊搞这种东西？你该不是我黑粉吧你？要气死我呀！快结束结束，兄弟们，快点，结束了结束了，这把没什么好说的，这应该是看我太久不上了，让我重拾自信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天神下凡，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段位的，乱 C。你看他这个走位，这个、憨憨的步伐，我真是裂开了。啊！这种多可爱啊，这个人是吧？典韦啊，上来就是一打，哎，那就是星耀的同学就应该有星耀的风采呀。这把把就让我打这种局，不就很快乐吗？是不是？你说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拉我过去，对不对？拉我过去，我一个大一个电，是吧？宰了两个，是吧？再普通攻击又宰一个，跟这个人机同学是打得有来有回。你，哎呀，你别搜了，我真的是吐了。你就不能让我的兴趣爱好保留一点吗？我喜欢发用魔法就是加工过的照片，感觉挺爽的呀。啊，你连我唯一的快乐你都要剥夺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子呢？裂开了。什么？直播间、照片、嘉年华三个人，可以。我一个人去打，可以打比赛，坦克、刺客、射手。结束这一把游戏了，老弟们，别打了。结束，给我推。
哇，他这个操作还挺细。我就喝。我是你想打就能打的吗？完了，这个小乔还这么嚣张起来了，我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对于人机他可以打出如此大的气焰呢。我是不是应该友好的提醒他一下，不然他这个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小乔已经领悟到一个巅峰了，坑之乱杀，这把 MVP 还会是他？完了，这哥们已经飘起来了呀。我要不要善意的提醒他？啊，瞎出装备了，感觉差不多赢了，让小乔发挥吧。让他这个高光时刻再灿烂一点，是吧 ？Legendary，Legendary， 疯狂刷。Double kill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。